谢谢大家来听我们唱歌。接下来是要带来我们的最后一首歌了，这样。你有觉得我们田姐、阿美田姐弟的组合怎么样？还不错吗？还不错吗？你们是真心的吗？台姐不可否认哦。然后我想说，有机会也想要找到一样，就是在对保留文化这件事情的年轻朋友，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可以参与，不要觉得说，哎，原住民的事情就是跟你们没有什么关系。我希望你们的参与会变成是一种力量嘛，对啊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很顺利的成为哈阿美族。不要有困难，一定很容易，你们可以做得到。你们想象阿凡达那种画面，对，我会给你身体。然后，接下来带来这首歌也是阿美族一个很经典的传统歌谣啊，在亚特兰大奥运主题曲的时候就被全世界人听到。然后我今天也特地找姐姐一起合作，这样这首歌叫做《欢乐饮酒歌》。